今日伫万林镇的百果山公园有一场结合传统艺术，也个写生的活动。这是由这万林西东社区，也个因公主神会所举办的。这活动中是邀请了真侪学校的传统艺术表演，擦亮这现场的气氛。另外来参加写生的小朋友是伫百果山公园自行来取景画图，或者现场是热闹滚滚。今天在百果山公园是闹热滚滚，因为着讲被迎接新年的来到。万林镇西东社区是结合万林因公慈善会，伫只来举办传统艺术面秀，迎接幸福一百零三，甲写生的活动。活动嘛有万青艺术协会，以及伫台湾电创变服务处，甲地名代表老会馆的协办。我们非常感谢立法委员林昌敏林立委，特别在立法院帮我们争取到观光局的经费，来办理传统艺术民俗迎接幸福103暨写生活动，在我们园林百果山风景区来一连串的这个传统民俗舞台上表演。近代的方面由我们写生，今天来到这边，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活动能够为我们园林百果山带动新的契机，展现百果山的风华。我们也希望百果山能够风华再起。再次特别感谢林昌敏林立委。镇民代表老会馆是感谢所有单位协办一个帮忙，而今日活动会当顺利举行。也感谢立法院陈聪敏到三江争取经费，促成这一边传统艺术结合写生的有意义活动。今天我们也感谢西东里社区发展协会，还有刘慧珍代表服务处特别来举办幸福传统艺术103年的写生比赛。我想我们百果山呢是我们最好的彰化地标过去有着很多的观光客，我特别请观光局来怎么样行销，而且要把这个游乐设施、公共设施，还有传统产业，还有整个艺术文化教育呢结合，让亲子关系带动百果山的风景。我希望我们彰化能够起起一个繁荣彰化，谢谢大家。万林镇百果山公园在万林镇公所的改造了，陆续一个社区社团等等伫遮来举办活动，吸引真侪民众进来。毛泽家的百果山公园是愈来愈闹热啦。就是我们小汉万林报道。